我是公关列车长，那110年4月1号，那个中南站上的16:30出发，就是238次，从北回健康花莲的布依嘛这样，以及说一次从北回健康树林的，跟009天用1010泰鲁格这样，也有的说一次从北回健康树林的天用1009天用1010泰鲁格这样，在松山站停靠，谢各位观众的伙伴。